有，这边才有哎、欸，这这这边有了，这边有了，就这里啊，这一箱这一箱，我这边刚没箱，没有，这边是没有，刚刚箱子堆那边有，这边又要往下，哦、木船、哦，不能不能那个，已经沉下去了，我修，我拿木头，我拿那个修它，这里有小帐篷，赶快下去，赶快上去，对啊，那个笑声很恐怖哎、欸，什么叫笑声呢？哎、欸，我有笑声啊，不知道哪。居然背景，哎呀，里面，你看里面好恶哦、喔。里面是什么？肉块。嗯，哎呦，米地。也啊也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。我要剧透你们了哦、欸。等一下啦，哭起来。哇塞！哇塞！铁的吗？哇塞，这里还铁矿咯，其实他们根本一点也不野吧，他们是研究人员吧？对啊，应该是。防了！哎，有话有话有话！这三位好恶哦，好恶，恐怖游戏！哎，房卡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房卡，我们没有房卡，我们要去找房卡，就是这个的意思。我对啊，真的是这里是研究人员的基地吧？哎呦，应该是。哇，这些野人是该不会是失败实验品吧？可能哦，不是失败的实验品，不然就是他们可能在这边研究一个东西，让他们这边的居民变这样。天哪！然后我们就是被派来的那个，所以这根本就是那个嘛，恐怖精神病院嘛。对啊，没有啦。好吧，这边不知道。好吧，哎、欸，我要看一下房卡那张照片到底跑哪去了。对啊，那张照片我刚刚看也没有哎、欸，对啊，没看到。我们查照片笔记。我听了歌了。对啊，为什么那张照片反而？对啊，刚看你有，可现在不见了。又花博起耶呢？没有在 B 里面啊。然后老旧照片也是不见了。啊？可以做雕像哎，好酷哦！为什么可以做雕像啊？嗯？哪里啊？我身上找不到哎、欸。我也没看到。嗯？太神奇了。没有。我真的不见了。嗯。寻找。它有四个洞窟哎、欸，对啊，代办事项，嗯，代办事项有四个，我怎么只看到右边只有三个洞窟啊？哎、欸，那个我找到网络上我们刚刚那张照片的那个图片呢？嗯，水下峡谷，浅坑，看一下，评价，你居然找到，你好猛哦！它是有人一堆尸体堆里面哎、欸。对啊，它是一堆尸体堆里面的其中一个，有人的手上，那么多尸体堆在某个洞里面。嗯，哦天哪，天哪，这游戏一个人怎么找啊？这尸体堆，那我们就要一个洞去探了啊？不会啊，因为洞里面尸体堆很少吧？他们不是被吊着吗？只是就不知道走在哪里，就是不知道就是要每一个洞窟都要去看哪边才有什么东西、啊。目前没有看到了。中枪什么？嗯，中枪。有人说房卡在集装箱旁边的洞窟。集装箱？集装箱是什么？什么是集装箱？集装箱不就是那种人家物流在进货的东西吗？人肉尸体的比较少，可是根本就不记得。有人在跳啊？嗯，不是，是刚咚咚咚咚咚那种声音。那个应该是这里面的声音，因为刚刚一直听到一些怪声音，都是从里面出来的。感觉应该是什么实验器具。哎、欸，我在砍墙壁啊！他说就是繁星做的那个。啊？哪一个？那个？集装箱啊！我就集装箱，很像物流箱的东西啊。物流箱，所以我们要去找那个旁边的洞窟。哦好、欸、走吧，可是哈基你贴的那个 keycard 啊，你贴进去他那网站他有 keycard 123耶、欸、What the 他想要找三个是不是、啊、他有三个灯要修哦，真的假的，
所以我们要找三个房卡，是不是？哎，换个角度想，我们可好不好可以从里面先出来？有没有？就跟我们那次一样。反方向吗？反方向。所以是物流箱是那种纸箱吗？没有啊，另外两张没有写那个。看他进躲这边，我以为谁？他只有在第一张有写那个红字，说是 key card。还是另外两张是银？因为两张是要用找的。另外两也没有，另外两张有一张是写洞窟位置。哦哦。欸，其实我是很在意那个啊，我们刚刚不是有在船上吗？嗯，那个房间也是要那个啊、嗯、，B B 卡。哦，是哦，对啊，哦、是啊、哦，船就是你们刚刚说捡那个什么录音机还是哪里的旁边。哦，那应该是对对对那个有三个 P 卡，然后这边一个而已吧。哦，就是有另外两张照片，另外两张照片是线索。有人说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分开行动，然后一个一个慢慢消失。哎、欸，消失好不好？我们汤，哎，喵嘞，怎么生日完过后就不见了？哎、欸，他不是在你旁边吗？怎么不见了？怕怕的哦，快、欸、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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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恶！哦，这真的走得很累，这就是那种楼梯没有铺楼梯，要是按跳。对，好，哇，又要慢慢爬，打完 boss 才会拿到。啊，什么东西打完 boss？ 船上那个后之后的吗？好像是 bonus 哦，这个打完 boss 还有、哦、这个不用爬啦，直接跳下来啦。那不直接跳下来吗？这边我以为打完 boss 会受伤吗？不会，结束啊，不会不会。所以那个是 bonus 的房间，打完 boss 就上去。哦，所以是开了之后就跑掉了耶。Yeah!我最后是坐直升机走之类的，很帅。我这边吧。那我们是还要再下去拿几次氧气瓶？不用怕、啊。我刚才我不想要下掉下去。不会啦，熊猫的皮脂肪很厚。可是它平常不会碰水啊。哦，没关系啦，我洗一下。熊猫爱玩水。对啊，真的啊，他都叫人家去游泳池。感谢云小姐点是哦，对 啊, 啊，然后就把你丢起来嘛。大部分我说哎、欸，去游泳啊，玩水喽。几点游泳啊？玩水喽。哎呦，先喝个饮料，喝了再上。哎、欸，我先把那个先点氧气筒先动哦。喵他不敢玩这个游戏啊，不敢啊，怎么可能敢？而且还有三，还有三 D， 会晕呢、啊。看到血就会晕过去了，这个还看到血晕过去，然后看到三 D 更晕。对啊，为什么你们都游比较快啊？为什么鸭续不特？新物品新增到任务清单，我新增了什么？没耐力，压一下放一下，压一下放一下。对啊，压放。等一下，我被石柱卡住了。嗯，看聊天室。这有没有其他？我这下面有没有其他路、啊？好像没有。为什么我开始游那么慢啊？没耐力了吧？没体力了。有啊。好，我要游上去了。天哪！我被超车，我从第一名跑到最后一名了。需要游上去，不要碰到野人。交给你，野人交给你先打，你先生火。嗯，我先到了，先生火。我的画面开始结冰了。我也是。有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生火，生火，生火！哎、欸，他的一罐就够用好久、哦。嗯，对啊，够来回、欸，没有够可以两趟来回。哇，那还下雨！哇，烤火，我去厕所。嗯，烤火，我去拿红豆饼。红豆饼、欸、哪里啊？不是这里吗？这里吧，往上看了、啊，往上看一个，往上看一个小，会有一个很，会有一个碎石堆，碎石堆。然后你要点，你要是要点哦，要按一哦，一上来的。哦，看到了，我上不去、欸。嗯，你要按一哦，你要先绕开，你要绕。有，点到了，点到了。
我看到这片脚一直在踢我，烤了一只手。说这洞穴也太小了吧？到底谁把它盖到这么隐秘的地方？不是科学那种科学家有没有？他就是要盖这么隐秘，才不会被别人发现。搞不好是外星人啊？对啊。啊，巧克力也不见了、欸。啊，对啊，巧克力吃光光啊。假料料啊。哎，这个水可以喝吗？不行。还有肉吗？你们那个你们零食了吗？我丢了三块肉进去烤，我还有一块零食。哇，可是那凭这张照片很难都不对，完全没头绪耶！一堆尸体要怎么找？对啊。这个在洞穴里面，可是他其实有说物流箱嘛，对不对？某个海岸边有个集装箱，旁边的洞窟里有，应该。某个海岸边的某个，所以你按看一下最笔记有一笔记的第三页啊，就最右边那个第三页有一个 K 副，他有指一个说这个洞穴是我们是要找这个的洞吗？对，这个是第二张 P 卡的那个。哦，笔记的第二页哪里啊？Cave entrance， 嗯，然后有一张，第三张应该是有一个那个我们之前看过的蜘蛛女的照片，嗯，这是第三张。那张 she not dead， she sleeping 也在里面。嗯，还是说离我们这个船很近的那个边那附近，我们要找一下看有没有洞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嗯。觉得神奇，要找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这感觉要再下一次了，现在已经要一点了，真的。你就回家，就可以就先撤回去吧。我也觉得差不多回家。嗯啊、今天起码有看到新世界的感觉。嗯，没有，就是一个科学家阴谋。对，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这个游戏很有可能的走向是什么了，有没有？嗯。当大家看到那个门的瞬间，就哎，德克斯特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德克斯特的实验室，德克斯特又是你，德克斯特的实验室。啊，我知道那个说那个没死是谁了，弟弟啊，弟弟没死，弟弟。可是他不是弟弟吗？为什么是旭啊？还是曼达克？弟弟啊。弟弟是女的啊！不是，团团应该没看过弟弟，没有看过。哎，等一下啦，我只是低头滑个手机，我的队友嘞。哎、欸，我好冷哦、喔！队友回来，我怎么又很冷了？我刚刚又没泡水，因为下雨吧。我的队友。哇！再生个火吧，再生个火。又冷了，又在生火了。哇！没有再爬上去哎、欸，这里好像，哦，好像记得路，我记得路，都没有死后复活。救命啊！不要关门！不会关门，我没体力了，我没体力了，我要进来烤火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等下放火烧你家、哦。不要！拿起来！哦，这个可以关。拿起来！哎、欸，电梯哎，等下这时候，电梯满了。满载！烤火！差不多。要睡觉的晚安。晚安。走吧，小雨，你相信我。赶路喽！你的体力一定满了，赶、快用一用。又生火，又冷了。体力、欸、又冷了。哦，对哦，怎么又冷啊？忘记了。他该不会没有做好，就是在洞穴里面，外面下雨也会那个吧？哇，这么猛！哦不，我好冷哦，我已经结冰了、欸。等一下，太扯了吧？在桥间生火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就没事啊？我也没事。请问桥间生火是要把所有人都烫死吗？对啊。我没有爬在桥间，快走，走过去，走过去，快走。你这个让我想到那个呢，一个什么一个美国韩国的一个剧，有要生火吗？他就是大家结冰了，大家在中间走，关门，看前面有没有萤火。我记得前面有。的洞窟在海边呢、啊。对啊，嗯，在海边吗？嗯，这里有萤火，这里有萤火，我直接点了。快点一个，点个，哇，超级抖。哦，为什么会这么容易抖啊？好奇怪。拿抽烫伤会不会比较暖啊？那你没有烤干的关系啊？烫伤会不会比较暖？
烫伤。那我拿这个火把边挥大家，你知道吗？有人给了一个钞票烧，我用钞票烧，很大的提示、欸。我也在烧。啊，有事哦。面向船锚，朝右边海岸走。那就是离那个啊，离那个小船很近哎、欸，那边。对啊。该不会就是我们刚刚那个？我们刚刚拿，对对对。